专业训练的，没进过专业学校的，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民间的唱老，在我们土家族，能走路的会跳舞，能说话的就会唱歌。现在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，成立恢复中华遗产保护机构，展示啊，研究它，一带一路马上就将把我们这些东西走向国际。